245星岛日报 It 研讨会2015年7月15日 It 广场 I03 主题 Integrated Infrastructure with Cloud Computing Ingram Microtech Talk 3.0 日期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时间下午2时15分至下午5时15分内容简介作为一个拥有超过50个供应商的 IT 分销商Ingram 正在组织一系列的营销活动，让众多最终用户或合作伙伴聚首一堂，以促进或教育他们供应商的专业知识。是次活动将包括 Cisco、NetApp、Microsoft 及 Citrix 的未来发展汇报，以及一系列的个案及设备应用示范。主办机构 Ingram 地点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费用免费报名及查询网上报名 http://2.gl/6qmarkk 主题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AXIA 2015 and Global Competition on Systematic Innovation GCSI 2015日期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至7月17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内容简介第六届国际制度创新会议 AXIA 及第五届全球制度创新竞争暨展览将宣传制度创新的理论和进步技术其中包括系统的战略管理及创新技术参加者将可在本次会议上吸取由世界知名师研究员及从业人员分享的讲话与教程。是次会议亦会分享那些在上师 Tris 及 Guy 相关领域的所有会议上提出的优质论文。2015年的会议地点将选址香港科技大学，官方语言为英语。会议将提供一个免费的香港一日游，给在2015年7月14日首40名注册的国际参与者。主办机构香港创新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工业工程及物流管理学系、国际 Tris 协会地点香港科技大学费用各种门票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2.gl/6wqpyh 报名及查询网上报名 http://2.gl/6wqpyh 主题 My Innovation Carnival 2015 3D Printing Fantasy 日期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至7月19日星期日时间中午12时正至下午6时正内容简介嘉年华将展出各种创意 3D 产品 3D 技术演示研讨会学习会和游戏本次活动是向公众开放旨在促进大众采用 3D 打印激发创造力和技术诀窍令青少年可以从中学习和领悟主办机构数码港地点数码港商场全天候广场费用免费报名及查询网上报名 http://2.gl/zadbmp